小妹，你要吃啊？欠你两包呢，我差两包，你把它补你敢无？哦，你把它还你，我另外我另外包，35块就好，35块给他。前面那个，啊，送你啊，送你啊，三十五块袂好呀，对啦。你要买过面，你要买老买过面呀无？捌啦，无反正我送你后加单。你若无买，我会讲我就，我爱我一项只物件你爱买哦，只物件你爱买哦。来乖，我食这我讲，只个物件恁全部人拢爱买，干两手食两手做一盖，两手做一盖，注意听，两手做一盖，一包一箱。差不多一年，差不多要规半年无卖啊！一包、一箱，啊是啊，我伊只人个心灵温，我来给你送一下，给你看一下哦。妈妈，我讲过啊，我咧卖物件，啥你着徛在遮。少年家的面袂甲你骗钱，阮做啥？阮做信用的，阮固定伫遮，我袂同你袂甲你骗钱。阮固定两点好啊，阮固定两点，品质上好就好啊。这物件，我知你啥物件无？王大，你才以后足久无卖啊！另外讲，不是我不爱卖，是起大个，起大个以后，重点是讲叫无货，叫无货，这才叫做红条。你今日红条，注意听，什么起来？1000块，要不要想要吃？甲收1000块哩呗。啊，收1000，啊，我等我等个1包包去。我给你两个，我给你两个，我给你，我你有啥身份证啊？有身份证，赶紧，有身份证就会使啊。哎，有身份证，我只要买物件，我只要用钱，会当用身份证的，咱买健保卡嘛会使。这叫红条啦，妹妹，我来讲红条，这种足贵的，野生的鱼啊，这只鱼啊，你莫搞想讲，你莫讲麻烦，讲要怎煮啊？乌白煮、炊、煮汤、煎拢会使，这较巴适用煎的。这只叫红条啦，这只叫红条，我买太好了。妈妈，你莫乱花一块红条下手，你莫一块红条下手。我先来讲哦，我顶个月，我伫鱼港买哦，一公斤哦，换一个样子。1块是700，1公斤700，只红条，皮鱿鱼啊，海鱼啊，你今日要来红条，妈妈，我安尼发钱，我是换钱的，你安怎是安那？伊只有迄价值啊，这食一届哦，这是看人买，但是我来讲，这个物件我袂人高价，因为只有品质的，就咱有品质，就咱是安那，这看人食。哦，这看人家，这手无熟啊！这物件我先赞两手，我袂赞五手。看人家这好面啊！你今日红条听好哦，啊，你后尾在熟的慢慢我就坐，我先有时拢买大熟的，大熟的无啊，大熟的无啊，我赞五块来卖就好，我赞五来卖就好，我喜欢穿插。现在什么鱼啊？青鱼。哦，我搁会炸上，炸金线，炸吊线。我今仔早是看好的红条，来，你今仔有只红条，什么只？1500，1000块。有没有想要吃红条鱼的？1000块，成功。将来台二号，你大家拢免紧张啊。你敢要洗洗，煮姜丝，炊姜丝安尼好啊。上慢慢，煮大油汤安尼好食。来，什么只？1000块，成功。卖花叶，这个红条啊。我要小林花，成功，我1000块。来，我来讲啦，再告诉你啊。这就是红条，这不可能上哦，这个不可能赔。但是我来讲，今日阮查下看看卖啊，你有少年个一届机会，我今日教下你卖1000块，妈妈是有原因，这物件你的信用，你的品质，卖物件我是知哦。你看直播各大拍卖的话伊啊，红条贴出来，无甲你画清无可能，无可能拢画清的，红条拢画清的。你今日要红条什么价？1500、1000块。来1000块呀！你红条是好伊啊嘛，啊对咱是贵嘛，来什么价？1500、1000块。刚好是买只红条，1000块是成功。我现在哦，拍卖这个物件哦，卖啥物件，啥物介绍，无可能是我做合的。我这面我一个红条啦，一台我卖1000，你敢买吗？你唔敢买？啊，要是会讲出价做的，对不？但啥物只1000块是成功。刚好是买只红条，1000块是成功。刚好是买只，刚好是买号高的2、4、6。刚好是买只1000块是成功。刚好是买只1000块。我有咧想的无？有咧想的无？其实哦，妹妹，我常咧讲哦，恁家大兴大港无共款钱啦，兴大港的人家，伊开钱较阿沙哩，恁家人是歪，恁家人是歪开，恁家人妈妈，你爱顾啥顾顾恁家，有时你叫我买安尼买1000块，我真正开无，莫讲恁啦，干我都开袂落啊，我无买就要笑啊，无啦，我无我就骂我念啊，因为红条这面是官方，伊爱看人吃。但是这个物件，我今有机会，你有机会做了我卖，我一样咧讲价，台东的试一看卖啊。刚好是要吃1000块哦，1000块。刚好是要吃红条1000块，1000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了，卖1万块无亏运啊。两箱啊，1万块，什么吃？1500、1000块。
人想要吃来1000块，头家你哪能拼？头家你哪能拼？我买烤地头，准备三地老饼哦，你来看你保证怎样？这叫红条啦吼，啊红条六百只，你头礼拜天捞去，后礼拜二只哦，后礼拜二只面是包上哦。柜台拢无哩，柜台拢无哩，红条，你今日也好，妈妈你来感猜，来什么只？转播1234567888人个，1000块，1000块，红条，来什么只？1000块，1000块，什么只？红条，1000块，搁只唔要紧，三红条个，你识个吗？今天你看不到誰，今天你要殺這個東西，我跟你說喔，今天你了事，反正我沒差到這裡，但是我跟你說，別跟我計較就好了，先拿錢喔，1000塊的東西，媽媽，1000塊就是你買不吃的紅條，先拿錢的，500塊，加一個啊，我跟你說啦，今天連送啦，300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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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一個啊，來來來啊，三個四個啊，三百就三百，你不要买。幾貴？我四個。上我一個啊，300塊。你他媽一個買50塊啊？來五個。無啊。哎，美小姐，幹嘛？無啊無啊，你要收你嘛，無啊。無啊。幾貴？我五個。一二三四，我一台嘛，我一包啦。我加一个嘛，上我一个，下底你要几万，我老公要300，加一个，红条呢，加一个，提高百，提高百，红条，多少？300，柜台拢我哩，变了了，300块啦，上我一个300，什么价？哦，亏本亏好久，老板只有卖不掉，来提几千来，赚到未来？来，伊惊叫我留卡车，来只，上我一个300了，上我一个红条，什么价？300了，300块，300块红条，上我一个300块。来阿婆，我这是感谢你。来妹妹，你后尾就坐。干杯，人要问干杯。哎，我这边点干杯。干杯跟虾仁不是吗？来干杯，来虾仁照一样。来干杯，请给我有鸡腿。你要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我自己是卖这个，我固定的北极包，固定的。这个有鸡腿，可以煮汤，可以煎，可以蒸的。哦，因为妹妹我这样，你们老主顾有买过，知道这个东西是有信用的。我怪你先红买一包，你看存起来点无啊？你挂着，没有了。哎，这个人家你们自己回来点的，你们有买过都回来点。这一包1公斤，我靠，一斤干贝要你800，一公斤叫金半的，金半一斤过10粒，我开你，我一袋是一斤过10粒，一包好要2000块，要1500块啊。一人炸一包，来下面进来500了，500块。五百什么价？500块，剩5块也无啊吼！你注意听哦，我这5块，我不要恁分钱，但是卖好起个时候，一人炸一公斤，当个蒸，当个炊，当个煮，五百出五百好食，恁500先提钱。300人，三百人吃干杯哦，三百人，300，上我一个300，上我一个300，上我一个300。上我一个300，买包就一个钱。上我一个300，这么只干杯。上我一个300块，300块。上我一个300。后面。上我一个只干杯，300块。上我一个300。右边。上我一个干杯，300块。都阿布没来，阿布没来，老板。阿布边的上边的阿布。只有左边。来，妹妹我红姐哦。上边啊。来，注意听哦。你今仔嘛要来下年的，我下年今仔青菜卖袂落啊。我现在哦，你无点菜，妈妈，我有诶物件摕出来，我恁会惊我。所以我刚介绍到详细，过度好啊，听好哦，我再过度变恁只。即块即包人爱买，全部人爱买，即个下年，即摆南面拢起大价啦，妈妈，你今仔要下年听好哦。我看一百卖你啊，200卖你500，你今要下年卖500，下要只系300了。那今要下年的300块，下要只系300了。有没有吃虾仁的300块、300块？你注意听哦，我这200卖300，一包就8块了，七八块哩，一人炸3包，免300先提钱的，200了，等下啦，我讲啦，先提钱七八块哩啊。200数个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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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包有了吗？妈妈，咱一包黑灵，刷进来扣掉，一包变五十块尔，上过一个200，最后一个200块有无？上过一个200，我够，剩这7分半，我留够。妈妈，我剩这200，下龙汤，你套丢来，套丢准备哦。好不容易有妹妹，早上到现在，终于有人点套丢了，但是套丢不给你哦。怎么样？蛮惊我。最后2包小龙汤包等于吹烧，一包50粒，一粒准10块，15粒给你500，两个人计费下面起来变500，大五了150。来八五，小姐来两来三个啊！过来，小龙汤包给你八五，一包50粒给你八五，你免得买啊，八五。好吃的，那非常好吃哦！我下面起来八五了，小龙汤包。保证好吃，加起来八五了，150。好啊，加个茶起来啊！一百八可以，当然吐了，不要变了。我加起来啊！我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，小龙汤包。我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，小龙汤包。我下面进来八五50颗哦，还有在吃吗？一百还有几粒？我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，小龙汤包。我下面进来150。一包50颗啦，我好食，10块我10块准五块，就一包买俾你啊哦。我下面进来八五了，150。小龙汤包还要出吗？等你吹好吃的喝起来，我先不起来办，我都150，拢有啊哦，拢有咱的收啊哦，来谢谢，哦来拢有啊哦，来谢谢，来感谢您来，来妹妹，来套丢先不起来，好啊哟，好啊，来妹妹，你要吃套丢，你等我一分钟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分钟，你结婚了没？结婚了哟，那你等我1个小时啊，没有开玩笑的，你等我一下，因为妹妹我先卖个最好吃的，今天的新产品，来过一度哦。你听好哦，白质的物件我带好多去卖一包去啊。